第十四题，有关于各元素的特色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晓得金是延展性最好的金属元素，选项 B 对。我们晓得钨是熔点最高的金属元素，选项 C 对。我们晓得石墨是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，选项 D 对。选项 A 说银是常温下唯一呈现液态金属元素是错的，汞是常温常压下唯一的液态金属元素。十四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银是常温下唯一呈现液态的金属元素，应该是汞是常温常压下唯一的液态金属元素。